们一起说音乐唱故事吧。今天妈妈不想煮晚餐耶。妈妈上班辛苦了，今天我们全家一起去美食街吃饭吧。什么是美食街？美食街有好多好吃又不一样的东西，大家会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有一个自己的柜台，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坐在一起吃饭。有热的，有凉的，有甜的，也有咸的。这么多选择，我好期待哦。猪肉、牛肉、鸡肉、披萨、红酱、绿酱、白酱、帕萨，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猪肉、牛肉、鸡肉、披萨、红酱、绿酱、白酱、帕萨，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吃饭吃面，该选小选大，美食街是爸比妈咪外食的天堂。如果发现你忘了钱包，这里可以来配盐的刷卡。红豆、绿豆、花生、豆花、巧克力、鲜奶油、蛋糕，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红豆、绿豆、花生、豆花、巧克力、鲜奶油、蛋糕，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吃饭吃面，该选小选大，美食街是爸比妈咪外食的天堂。如果发现你忘了钱包，这里可以LINE PAY也能刷卡。红酱、绿酱、白酱、帕萨，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红豆、绿豆、花生、豆花、巧克力、鲜奶油、蛋糕，美食街里千变万化，要哪一样？吃饭吃面，该选小选大，美食街是爸比妈咪外食的天堂。如果发现你忘了钱包，这里可以来陪也能刷卡。今天晚上我想要吃披萨。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呢？是香蕉口味，是牛奶口味，还是夏威夷口味？没错，就是夏威夷口味，甜甜的凤梨搭配酸酸的番茄，盖在 cheese 的饼皮上。我最喜欢吃夏威夷披萨了。哎呀，真糟糕，爸爸今天没有带钱包出门啊。爸爸真是太糊涂了，还好妈妈有手机，可以行动支付。美食街好吃又方便，还可以不用洗碗，太幸福了。想要听到更多小邦尼的冒险故事吗？你认识的食物有哪些呢？邦尼的一天是以认知为主轴的原创音乐故事集，来看我们原创的绘图，还有专业又亲切的老师会搭配音乐引导孩子们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道具和乐器。我们让小邦尼的冒险之旅好听又好玩，快搜寻 FB 粉丝专页邦尼兔亲子 Music Lab。 Hello Bunny Two 说音乐唱故事，每周二更新，